今天是2020年11月18日。今天所学习的钟表词汇是 Starkfleet，军力机构。军力机构啊，这是一个德文的单词，而且在16世纪的早期的表当中，也多采用这个军力机构。它的造型呢，主要是这样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是有一个凸轮啊，还有一个定位簧啊，还有圆盘组成的。其实它主要起到的作用呢，就是将当时的发条所输出的力矩呢变得非常的均匀啊，所以叫军力机构。我是常伟，很高兴每天与大家学习一个钟表词汇。